那如果针对个人讲这样子的话，那我觉得就有一点不够厚道。台北市长柯文哲今天受访的时候提到说，这个医福会执行长王必胜对于这一次的淮南北农群聚事件只是看一看讲一讲话而已，每一个口令实际上都是由北市府来执行联络，那似乎是不认这个中央的防疫贡献，想要请教指挥中心的回应。我想这东西哈是就是说是两边的嘛哈，那我们还是维持一个中央跟地方合作的关系了哈。那如果针对个人讲这样子的话，那我觉得就有一点不够厚道了。好，大家都互相帮忙嘛。那刚刚讲那个东西，就是每一个地方政府的首长哈，他自己认为他做得很好，那就做得很好。那不过大家在合作的时候，我还想还是应该本于互助的一个心态，好，希望把它做得更好。